我深知自由写作奖是京官是刺骨剖心的疼痛，但它更是对于我今生无上的加冕。我愿意在此荣誉之光的照耀引领下，回归到更本真的文字战略中去，而且将这种勇气和坚持像睡火一样传递给在民间不懈努力的所有的弟兄。今次向国际协会、向独立中文协会致敬，向所有心怀自由梦想而尊严写作的人致敬，谢谢。然后我们现在的上一个是名叫他那个关于我们颁这个奖的颁奖词，谢谢马健先生。在60年代，他非法是右派，并被枪决了。